再一次，感谢 DSD 的港币十块斗内。你老婆玛雅叫你用他过，不要玛雅，我们就放在娱乐队好不好？娱乐队，等下再来试。底关洗好技能，最好是洗到夸比卡变身跳起来会是最好的。所以第一关的话，我们先不要开爆发，然后用左右两只狼的新珠其实就有办法回满血了。所以这边我们先不开露西什么的，我们就单纯回血，能洗几个技能就洗几个技能这样。洗到夸皮卡的第一技跳起来基本上差不多了，等他的那个界网跳起来，我们就可以带走敌人。好，其实差不多了。开场之后，你就开，好，这样子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。过了之后，啊，你可以发现到这边库拉皮卡它的 CD 数变成了一，所以你在这边我们直接带走也行。但是要记住哦，不要小母猪，不要守小母猪，其他都可以。库拉皮卡是谁？拉皮克，好，那不像木珠，你这边可以小木珠了，我们就把它带走就好了。这什么母汤封面？有吗？我今天的封面算正常吧？好，那这边我们就直接再开上拉皮卡的变身，就可以发现到整版的那个锁定珠子就直接被削掉了。我们今天就把敌人给带走。哇，那个水珠没削到，有点可惜。不过还是顺利带走敌人了。好，我们非常顺利来到第四关，前面的剧本都差不多都长这样。好，第四关这边也是直接转就好了。好，记得不能手敲水珠哦，所以你可能要用一些小小的叠珠技巧哦。然后做个全体攻击，一波带走敌人，非常棒。我们来到第五关，第五关这里无鼠强化盾，哇，这边要非常注意哦，因为敌人非常的大。好，这边要那个开这个，一定要开库拉皮卡的，然后我们就直接来削吧。可以的话，我们这样子应该想要削全体的新珠，这样好了，好吧？可以，还行。转完之后开个龙科，确保可以过。它的血量实在太厚了，有点厚。笑就行了，应该还可以吧。蹦蹦蹦蹦蹦过去了，赞，皇冠，很棒。哇，只是这边有可能会挤掉一个技能，有点糟糕啊。算了，我们直接来。哎，没有挤掉技能，哎，好神哦，太好了！他有骷髅头，打爆他！接下来我们就不啰嗦，直接打爆敌人，好吗？然后由于火珠的攻击力主要是落在火珠身上，攻击主要是落在火珠身上，所以要削的话尽量以这个火珠为主。好，这样叠珠漂亮是吧？来喽！然后拼图队里面一定要都是强化火珠啊，所以这边有拼好之后就带走敌人，非常棒。然后再来的话，我们就一波大爆发给他轰过去就对了。然后哦，这个不能控制，很坏。然后这边只能消一组火珠哦，对，所以要注意一下，我们把全部火珠连起来好了啊。星啊，火跟星要消同样组数啊，所以我们。消一组新一组火，这样好吧？我的天降有够狂的！哇，两回合有机会带走，哎，蛮不错的。好，只是不能开，有点尴尬。好，一样是火跟新一组，这边有点拼运气，老实说。有。什么骷髅头呢？没有，刚好三回合带走，完全没问题。好，
所以我们就话不多说，直接连起来，然后火珠再消掉，完美的带走它。可以，有没有棒棒打，棒棒的打法。好，露西就这样子过啦，耶，零食。非常棒，露西再次的拯救世界。但我觉得这个地狱级有点太做球啦，新的黑金比较好过，比露西好过。主要是一大堆无鼠盾什么的，有的没的，所以新的黑金的确比较好过。但露西也是可以过。